肉鸽加外星异形，两个从来没有想到能在一起的元素融合到一块，究竟好不好玩？死亡回归2月16号刚刚上线 Steam 的一款游戏，我也是第一时间赶快入手。大概意思就是飞船坠落到外星，每次死亡都会回到坠落点，按 Shift 可以冲刺，非常的有科技范，我就好这口。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，在这个星球上有很多外星生物，就比如这个发光的会动的藤蔓会一直追随玩家，亲测没有杀伤力。前面有一只触手怪掏出我们的小手枪，一点都不怂，和其他肉鸽游戏一样，前期怪物的攻击还是很好躲过去的。这边还有两只，解决一下。拿到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刚才路过的红色的大门。这款游戏有很多密室和大门，有的需要找钥匙，还是有一点解谜元素在里面的。画面表现力呢也是非常的强，完美符合了俊师傅的审美。再往前走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一个类似于肉球的东西，不会让我用小手枪打 boss 吧？打了几枪都没反应，那我放心了，继续往前。从这里跳下去，碰到了第一只 boss， 当时就给我吓到了。小手枪打 boss， 不会没睡醒吧？ boss 也是异常凶猛，一下子就给我打残了。看 boss 的样子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然后我就一命呜呼了。醒来之后还是在飞船上，我这是经历了轮回。有一点值得一提，场景都是全随机的，我根本不知道下一个场景是什么，也不知道有什么敌人。这次我侥幸的拿到了外星科技武器，看样子应该是一把冲锋枪，不过附带了一些跟踪的小光球。来吧，我不怕你们了。还有一点很有趣，你可以看到别的玩家的尸体，并且可以帮他复仇，但是听我的，千万别点，否则就会出现一个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boss。我这枪都快扣烂了，愣是打不动啊。然后又是一次轮回，很有科技感和异形感的游戏，刚好抽到我的神经细胞，不知道下一次轮回我能走到哪里呢。